进城不但是皇帝的家，还是一座动物园，一个调色盘，一座珍宝馆，这里隐藏着许多奇珍异宝。现在就跟随图图一起在视频课中温故而知新吧。紫禁城里有哪些神奇动物呢？在紫禁城里住着许多神奇的动物，从龙、凤、狮子到麒麟、仙鹤，大大小小都有着人们喜爱的吉祥寓意，有的代表皇帝的威严，有的象征长治久安，有的用于祈福辟邪。而一口气认识最多的神奇动物，还是要去太和殿的屋顶上找一找。走兽是古代建筑屋顶上的一种装饰，是一排整齐排列的神奇动物。走兽的数量可是衡量建筑等级的重要线索，数量越多等级越高。骑凤仙人、龙、凤、狮子、海马和天马、鸭鱼、酸泥、蟹豸、斗牛、行石。紫禁城里有哪些美丽的中国色呢？屋顶和琉璃是黄色的，大门和城墙是红色的，有黑色的琉璃瓦屋顶，蓝色的龙形浮雕，绿色的房梁装饰，灰白色的玉石栏杆。建造紫禁城使用的主要材料是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就是木头了。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。中国古人喜欢使用木头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，但同时木头不容易保存，对于文物的保护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在古建筑课的学习中，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王石伟老师。王老师已经在故宫博物院工作40年了，从清华大学建筑系古建专业毕业后，他一直从事古建筑的保护、研究和设计工作。请问王老师，您所从事的古建筑专业究竟是做什么的呢？过去在传统的这个意识里边，这个建筑专业从事这个职业的话，无外乎就是盖房子、修房子。我学建筑专业以后，一直在故宫从事这种传统建筑，就历史建筑的这种研究保护，所以就说这个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建筑专业了，因为这个古代的这些建筑遗产，这个上面承载了很浓厚的文化，中国的传统文化、建筑文化也好，或其他层面的建筑文化，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，已经从事这个专业几十年了，越干越觉得越有味道。作为一位古建筑专家，谈到故宫的建筑，您最想告诉同学们的是什么呢？最想告诉同学还是要解读，把这个皇家的现在叫建筑遗产，这一大片的72万平米的这些古代建筑，它依托在建筑上面的很多中国传统文化、传统的历史，就特别是皇家，我们叫皇家的文化，因为它浓厚的皇家文化都依附在这一片建筑群上了，要向小朋友们很好的解读，从一个规划的一个总的一个规划思想上，到具象的比如皇上的一个小兽，它虽然有功能性的作用，但是后来它演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形象，所以要从这方方面面，从点到面，从面到点，这样的话好好的解读一下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思想。接下来让我们和梦梦老师一起
开始今天的艺术工作坊吧。在本周的课程中，我们发现故宫里藏着许多神奇的动物，其中很多都是古人想象创造的。今天同学们也要大胆想象，创造属于你的故宫神兽哦。第一步，让我们来准备工具吧。在这个工作坊中，你需要准备一把剪刀和一个固体胶棒。接下来，拿出一号神兽零件图和二号背景纸。现在开始第二步，我们需要用剪刀把所有挑选好的零件剪下来，也可以先把所有的零件剪下来，贴的时候再慢慢挑选。使用剪刀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。剪好了所有的零件，就可以开始第三步啦。现在拿出二号背景纸，自由地选择想要的神兽零件，将神兽零件翻到空白的一面，涂抹固体胶，然后贴在背景纸上。你想象中的神兽肯定和故宫屋脊上的神兽不一样，从身子、头或者爪子开始贴都可以，然后慢慢地在这个局部周围增加新的元素。你想要它有五个头、六个爪子、三条尾巴也都可以。现在梦梦老师组合的神兽完成了，是不是很有趣呀？那么你的神兽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如果觉得不过瘾，还可以自己动笔创作新的神兽零件，完成后一定记得上传分享哟。